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这一节课我们学习第27品经文，这一品经文的题目是歌叹佛德第27。这一品经文主要是向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诸菩萨赞叹十方佛国土的诸佛如来，就是谁赞叹谁。我再说一遍，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诸菩萨赞叹十方诸佛如来。那大家可能要问，诸菩萨为什么要赞叹十方诸佛如来呢？这里面的含义可以说是无永穷尽的。我们大家这样想一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诸菩萨，他们都是从无量无边的诸佛国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来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他们怎么认识的呢？是因为每一个佛国土都有一尊佛在那里教化，一尊佛都有一个教化区嘛，所以是那里的教主佛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诸菩萨们的，所以菩萨才了解和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他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一个因缘。他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的心非常欢喜，非常感恩介绍给他们极乐世界的老师，也就是他们的教主，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诸菩萨们都赞叹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他们的教主，就是诸佛如来，就是这么个因缘。这是表示菩萨们不忘本，因为他们知道了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解了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他们得到了切身的利益，所以他们时时刻刻不忘他们的老师。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尊师重道，不忘师恩，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现在生活在娑婆世界，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也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们了。有一天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做佛去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这些菩萨们一样感恩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我们感恩我们的本师，就要奉事供养，常回家看看，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常回家看看。这也就是表示我们向佛道谢，对他对我们的深恩表示感谢。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就是我们尊师重道，不忘师恩。看看下面这一段具体的经文，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于意时请复往十方无边境刹供养诸佛。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佛告诉阿难，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成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
能够在一时顷很短的时间内来回到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世界去供养诸佛听佛说法。一时顷是指吃一餐饭的时间，形容时间很短。这几句经文它的含义是，世尊告诉阿难尊者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事情况，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菩萨，而且是菩萨中最殊胜的普贤菩萨。西方世界是菩萨的世界，没有声闻，没有缘觉，没有六道，全是菩萨。从下下品往生一直到等觉都是菩萨，是见了性的大菩萨。我们不怀疑他们有这个能力，没有见性的菩萨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从这一段经文里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都是见了性的大菩萨，所以他们才能有上面的能力，没有见性的菩萨没有这种能力。世尊告诉我们，成佛为神，佛是指阿弥陀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本师是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娑婆世界，我们的本师是释迦牟尼佛，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本师是阿弥陀佛。承受本师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即使是下下品待业往生的也具足这样的能力，跟阿弥陀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各以衣歌承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即以时时还到本国饭食经行，于一时顷复往十方无边境刹。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刚才我给大家读的这几句经文。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的生活多么悠哉悠哉，自在安乐，真是太让我们羡慕和向往了。看下一段经文，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极致，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字面的意思是，这些菩萨们他们以花香床幡这些物品来供养佛，这些供养的物品都是随他们的心念就能变现在手中，这些供养的物品真妙奇特，是我们这个世间所没有的。他们以这些个供品来供养诸佛及菩萨大众。这一段经文呢，它的含义是这样的，是说供具，我们拜访老师不能空手去，总要带点礼物，这是基本的礼节。这个供具就是礼物，送给佛的，佛的福报很大，
是圆满的，佛什么都不缺。不管他缺不缺，我们做学生的对老师礼貌总是要周到一些。西方极乐世界是大圆满的世界，这些供具只需要念头一动，立刻就在手上了。大家说这有多么自在？所有一切供具绝不是这个世间所有的。大经中常说，一切法由心想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清净，变现出来的供具清净、庄严、殊胜，十方诸佛世界都不能比。就这一段，我们大家仔细想一想，确实又是令我们羡慕和向往的。比如我们要供养佛，是不是这个供品我们还要去买去准备？而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个供具是你心意有这个念头，它立刻就现在你的手中了，根本就不用自己去弄。这比我们这个世间是太方便的多了。而且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清净，所以他从清净心里变现出来的供具自然就清净、庄严和殊胜，所以十方诸佛世界都没得可比。带着这些礼物去供养佛，那佛还有许多弟子，如果我们单单供养佛，不跟佛的弟子们结个缘，好像也说不过去，是不是这样？所以供佛还要供养诸菩萨，他们有这个能力，供得起，不像我们想要供养，心有余而力不足，就是我们没有他们这么大的能力。看下面一段经文，七所散花寄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石游寻，如是转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新花从散，前所散花终不复落，于虚空中共纵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这一段经文的字面意思是说，七所散的花立即现于空中，合成一花，并且花全部是向下，端正周圆，化成花盖。花有百千光色，每一种光色又放出不同的妙香，这些香气又普熏十方世界，形成的花盖最小的也有十由旬，就这样不断的自然扩大，到最后能遍满覆盖三千大千世界，多么壮观的一幅景象。这些花盖随着它前后很有次序的化末，如果不再以新的花重新散于虚空中，前面所散的花它始终不会没落，并且在虚空中
有天乐的演奏，以微妙的音声歌叹诸佛的无量功德。大家想，这些花盖不但是有次序，而且是如果没有新花，这些个原来散的花它是不会没去的，只有新花又出现了，原来的才逐渐的没去，并且这些个花还能奏出美妙的天乐，用这种美妙的音声赞叹诸佛如来的无量功德。端圆周匝这个词汇，端是正的意思，匝是周遍，端圆周匝说明所散的花很有次序，端正于空中，形成周圆美妙的花盖。转背是不断的扩大。我们看这几句经文，七所散花寄于空中，何为一花？先看这三句经文，在许多供具当中，以花为例，就先说说这个花。它们散的花是在空中，花是表菩萨无量的因门，无量的法门，即菩萨所修的八万四千法门。注意了，在这里的花它是表法的，表菩萨无量的因门，无量的法门，即菩萨所修的八万四千法门。散花是表示无量的法门，何为一花？就是表万法归一，这个一门就是净土念佛法门，是广大的法门，所以我们经常说殊途同归，最后合成一个法门。这个法门不但自己成就，也令无量无边的众生都平等成就，这是花表的意义，这个深刻含义我们要了解，要清楚。花不仅仅是说花，而且把花表的几个意思给我们在这里说清楚，说明白了。看下面三句经文，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这个是说散花在空中，它不是落在地上的，要是向上那我们就看不见了，所以他说花皆向下，只有这个花向下我们才能完全看到花，才能看到这个花美不胜收。花聚成一个，就是由散花聚成一个，就变成了花盖。这个盖又有表法的意思，大家注意，化成花盖，这个盖是表示什么意思呢？盖的作用是防晒、防雨、防灰尘，就好比我们这个世界的伞一样，伞盖一样。按我们现代的语言说，这是环保工具。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它表法的意趣不是防晒、防雨、防灰尘，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这些。那么这个花盖，它在西方极乐是表什么的呢？它的深刻意趣是防止身心的污染。大家想想，什么东西
能防止身心的污染，那就是大乘佛法，是不是这样？具体的说，就是《无量寿经》和这句阿弥陀佛佛号。这回我们应该记得清楚，这个花盖是表示什么的？表示大乘佛法防止身心的染污，就是阿弥陀佛佛号和这部无量寿经，这是花盖。佛法呀，往往是意在言外。有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们听经，比如说我们听老法师讲经说法，往往是弦外之音，气味无穷。可是我们听经往往不会听，听不出来老法师讲的弦外之音。后来我给大家说，我说我听是这种感觉，每当老法师讲这一节课吧，一集，到最后临结束的20分钟左右，一直到结束，这一部分往往是师父总结这一堂课所说的重点内容。这个重点内容就是弦外之音，它气味无穷，我们听经要学会这一点，这样就可以抓住讲经者所讲的要点了。而且这一部分它是具有高度的艺术性，你仔细听，时间长了你就品味出来了。菩萨修行的六度，这也是净化身心染污的良方。布施防悭贪的染污，持戒防恶业的染污，忍辱是防嗔恚的染污，精进是防懈怠的染污，禅定是防散乱的染污，智慧是防愚痴的染污。我们大家听了我上面这几句话的介绍，要知道菩萨所修行的六度，它每一个都是防染污的，而且各有侧重点，这个我们要牢牢掌握住。我们学佛要学得活活泼泼，自自在在，实际在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是佛法，你仔细去感受，一定是这样的。看下面三句经文，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这三句是讲我们前面所说的花盖，说花盖的色与香。花盖不但有色，而且放光放香，无量的光色就是无量的光明。刚才我们说这个花盖不但是放光，而且它还放香，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叫香光世界。看下面四句经文，盖之小者满时忧心，如是转备，乃至遍覆3000大千世界。我们现在所说的还是继续说这个花盖，西方极乐世界的花盖就像我们世间的云彩一样，越变越大。怎么会越变越大呢？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想到的
是本师佛，然后想到无量无边无量劫中我们曾经亲近过的诸佛，想到一尊又想到一尊，因为这个想，所以这个花盖越变越大，这是随着我们的报恩心变现的。我们的报恩心越来越大，那个花盖就变得越来越大。我们想想，一切诸佛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对我们的恩德，我们就会升起无限的感恩之心。不但诸佛菩萨对我们有恩，众生也对我们有恩，众生供养我们的衣食住行，一切需求都要靠众生，恩德是无有穷尽，我们的报恩心也无有穷尽，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花盖也无有穷尽，它能变得无限的大，这代表我们的报恩之心。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前几天我曾经说过，父母对我们的恩德，对我们的照顾是一生一世，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照顾是生生世世，是无有穷尽的，他一直要照顾到我们成佛。我们想诸佛如来的恩德该有多么大，怎么报都报不完。如果我们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恩德我们怎么都报不了。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报佛恩呢？只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做菩萨，才能报这个深恩。供养具在这里显示出来什么样的人知恩，什么样的人报恩。我们可以看到诸佛菩萨知恩，诸佛菩萨知道报恩，我们凡夫真的是愚痴，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知道恩义，这就是在佛经上讲的可怜悯者。我们经常说可怜悯者，什么样的人是可怜悯者呢？就是不知道恩义的人是可怜悯者。这样的人他忘恩负义，忘父母的养育之恩，忘佛菩萨的教诲之恩，忘师长的教诲之恩。这样的人虽然他这一生得到了人身，但是因为他忘恩负义，一旦他这个人身失掉以后，他再想得到人身那真是难上之难，他上哪儿去的几率大呢？堕三途，而且他堕入三途再想出来那又是一个难上加难。所以说这些可怜悯者谁能够帮上他的忙？诸佛如来都不能帮忙，自己造的业因那就要自己去承受这个恶果。看下面两句，随期前后以次化末，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献花供养，供养后回来第二个人或者说第二批又去献花供养，这样我们所献的花
花谢了之后，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它是不生不灭的，所以我们说花谢了也不准确，就是应该说我们先现的花化没了，然后新现的花又出现了，应该这样说比较准确。以次化没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一波一波的，后一批去了，先一批的就化没了，就是这样的，它是没有间断的。下面两句，若不更以新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复落。前面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表达出来了，就是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回来之后，假如没有人再去接着供养，则我们供养这个花盖它是不散的，如果有新的人又去供养，我们供养的花盖自然的就化没了，如果后面没有人接着供养，前面的花盖永远存在。花盖表法的意趣是护持我们的身心不受染污，一定要注意这个重点，花盖是保护身心不会染污。看下面两句，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我们前面讲的是以光、色、香来表法，然后再以音乐赞叹。如果从我们凡夫的角度讲，这样供养佛、赞叹佛德、报恩已经是到了极处。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真正供养佛不在这些光、色、香、音乐，而是帮助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帮助佛接引众生，教化众生，这才是真正的报佛恩。这两个层次我们听明白了，就是以光色香来报佛恩，这是一种，但是更重要的报佛恩是帮助佛接引众生，教化众生，这是真正的报佛恩。光色香接引上上根人，这个以前我很少听到，这一次写这个讲稿和这一次讲知道了这一个新的概念，就说光和色还有香是接引上上根人，上上根人见色见光他就开悟了。比如读这部无量寿经，上根人一看就知道他表法的意思，他看得出来。中下根性的人读这部经只看到花那么多那么美，但是他不知道它的含义所在，因此一点利益都得不到。对中下根人必须要向他解释清楚，音乐歌叹就是向他说明。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应该这样说，对不同根性的人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度化他。像中下根性的人，如果你不跟他说明他就不懂，不像上上根人一见到光和色他就开悟了，中下根人不具备这种能力。
需向他解说清楚，音乐歌叹就是向他说明，故有音声说法，才彰显大圆满。上、中、下三根都得到殊胜的大利益，帮助佛教化众生，帮助佛接引众生，这才是真正的报恩济苦，才是真正的供养佛。上面我们讲了几个层次的供养佛，大家想最高层次的供养佛是什么？是帮助佛接引众生，教化众生，这是真正的供养佛。看下面一段经文，经须臾间，还其本国，都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这一段经文字面的意思是说，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同时供养十方诸佛之后，经过很短的时间就回到了极乐世界，然后他们全部聚集在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就为他们广宣大乘佛法，演说畅谈念佛法门，这些菩萨们听了没有一个不欢喜的，并且都心开意解，明白觉悟圣道。你们看菩萨们的生活多么悠闲自在，供养十方诸佛回来之后立刻就到阿弥陀佛的身边去听法，这个七宝讲堂就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地方。我们看心结得道这个词，心结就是心开意解，得道是证入佛果，得悟圣道。看这两句经文，经须臾间还其本国，这就是说菩萨们已经游遍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世界，上供诸佛，下度众生，这样绕了一圈回来才用了须臾间那么短的时间，多么殊胜，我们羡不羡慕，我们向不向往，显示他们的神通能力不可思议。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不但是三不退位，而且他们的神力神通能力是我们无法想象出来的，那是不可思议的。你看到十方诸佛国土去供养佛，就用了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须臾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又回来听法来了，你说他们的神通大不大？下面三句经文，都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这是阿弥陀佛召集大众上课讲经说法。这个广宣大教，大教在这里指大乘佛法，再具体一点说就是无量寿经。下面三句，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这些
是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每天的生活状况，每天上课闻佛演说妙法，这样才能转烦恼习气为无上菩提。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得到了这样一个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供养无量无边诸佛的福报该有多么大。每一尊佛都为你说法，只说一句，你每天就听无量无边的佛法，业障还能消不掉吗？阿弥陀佛天天给你说法，每天去供养，每天去听诸佛讲法，才能在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就。大家看，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真的是远超一切诸佛世界。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可以看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他们每天都在开智慧，所以他们每天都快乐无比，业障天天消，消尽了就圆满成佛了，这样智慧才能达到究竟圆满。所以这几句经文如果跟其他大经里所说的一对照，才知道为什么一切诸佛如来赞叹念佛法门，劝我们修学这个法门。如果我们不修学这个法门，我们有什么本事能够断烦恼？不要说断烦恼，有什么本事不造业？我们现在是天天造业，念念造业，正是《地藏经》所讲的言菩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这怎么得了？这一段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就是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能断烦恼能长智慧，就是因为他们天天能听十方诸佛为他们讲经说法，能听阿弥陀佛为他们讲经说法，所以他们才能够消除业障，增长智慧，圆成佛道。而我们作为阎浮提众生，我们是天天造罪业，念念在造作罪业，你说这是不是不得了的事情？佛告诉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不简单，真的不容易，真的很幸运。不要忘了这三句话，我再说一遍。遇到这个法门真的不简单，真的不容易，真的很幸运。你仔细想一想这三句话，你会有切身感受的，你不会轻易放弃这个念佛法门的，因为你得到它太不容易了，得到了一定要珍惜。从上面的这一段经文里，我们可以领会到佛说正果的真相实在很难，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断烦恼快，开智慧快，因为诸佛菩萨都在帮助你，阿弥陀佛在帮助你，除了有情的菩萨之外，无情的环境也在帮助你，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就是其他世界不能比的。
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开智慧快，断烦恼快，诸佛菩萨在帮助你，阿弥陀佛在帮助你，除了有情的菩萨之外，还有无情的环境也帮助你。这一句大家应该想想前面我所讲过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花草树木、泉池等等，小鸟都是在说法，这都是阿弥陀佛变现出来的。这个环境怎么能让你不开智慧呢？怎么能让你不开悟正果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生遇到的这个机缘，一定要这一生了生死，出轮回，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做菩萨。看下面一段经文，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初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积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积住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宜快乐。字面上的意思是这样的，这时立即感到香风吹七宝树，发出微妙动听的交响乐声，无量的妙花随着香四处散布，这些自然的供养相续不断，而且一切诸天都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来供养阿弥陀佛，以及与会的诸大菩萨和声闻大众，他们前后往来都显得非常的喜悦和快乐。看下面一个词语，诸天，注意这里的诸天不是指三界的诸天，而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他方世界以天人的身份去教化众生。以往我们一看到诸天就以为是指三界，诸天而说的，注意在这里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到他方世界以天人的身份去教化众生。积是携带的意思，伎乐是歌舞戏剧的表演，悉宜是喜悦的意思。看下面两句，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初五音声，这两句话深刻含义是这样的，树是无情，风也是无情，这个五音呢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音符，宫商绝止语，现代音乐的音符呢是有七个音，古代音乐也是七个音，其中有两个半音，这个五音交配就是无尽美妙的交响乐，风吹着树，树在那儿演奏着交响乐，因为西方的树都是宝树，风吹就像风铃一样，音色美妙无比。这是说，无情也在表法，
不但是有情众生表法，无情也在表法。看下面两句，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这是告诉我们，这个天花是自然的由空中降下来的，由空中降下来的时候随风四散，在空中飘舞，像散花一样美不胜收。下两句，自然供养如是不绝，无情众生听到阿弥陀佛说法也非常感动，也来供养，何况这些无情的音乐说法在阿弥陀经讲得很清楚，经文前后也讲到，演奏的是什么，演奏的是法音，不是凡夫的音乐，是教我们念佛念法念僧，教我们念三宝佛法僧，也就是念觉正净。彼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他的万物皆习相光说法，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觉而不迷，正而不邪，净而不染。在西方净土，这样的法供养是相续不断的。看后面几句经文，一切诸天皆积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积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宜快乐。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想想这么样美好的地方，我们想不想去？这是极乐世界大众的日常生活状况，真正美好，真正幸福，真正美满，真正快乐。想想我们自己现在的生活，每天你有幸福吗？你感到美满吗？你感到快乐吗？诸天在这里指天神，他们也有能力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个天神不是普通的天神，是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在他方世界以天神的身份去教化众生，现在回过头来供养佛。西方世界的菩萨在十法界里化身无量无边，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智慧道力神通跟诸佛如来几乎是一样的，这是不可思议的难信之法。看下面两句，百千花香万种伎乐，这个伎乐就是伎工，现在我们称演艺人员，小乘经上是不许佛弟子歌舞的，这里是大菩萨，不是小乘，是大乘，大乘界是论心不论事，小乘界是论事不论心。无量寿经极乐净土是大乘之大乘，一乘之一乘，是究竟圆满的法界，所以佛说法，大众修行，有天女散花，有载歌载舞，美不胜收，这在小乘是不允许的。所以说这就告诉我们，这是大乘佛法，而且是
大乘中的大乘是一乘中的一乘。看下面一段经文，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积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点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以上诸天都有供养十方诸佛闻佛说法的殊胜的因缘，这些都是由于阿弥陀佛本愿威德的加持，以及是因为这些菩萨们过去生中已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他们的善根不断增长。他们是怎么样令自己的善根不断增长的呢？他们完全依靠本经的教训，善修习，善摄取，善成就，来保持自己的善根不断增长，这是我们应该明了和学习的。看下面的词语，无缺点，在这里指本经的教导全部都能够信解做到。善修习，这个善是指完全依止净宗法门，修是修正过失，习是熏习。善摄取，摄取弥陀的功德成为自己的功德。善成就，用弥陀名号来成就圆满自己的定慧，圆证无上菩提。看下面一句经文，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这些不可思议的美好庄严皆是阿弥陀佛本愿威德的加持，使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也能享受到果报，和化身大士等觉菩萨无二无别。念佛法门难信就难在这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超越凡夫，超越二乘，超越全教菩萨。全教菩萨不敢尝试这个境界，所以说我们能从凡夫地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这样的菩萨，你说是不是太幸运了？这是弥陀本愿加威，将十方待业往生的凡夫一下子就提升到了法身大士的境界。虽然有的没有证到法身大士，但是他的享受和受用跟法身大士完全相同，是平等的。看下面经文，积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这一句经文说得非常好，说阿弥陀佛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提拔我们，为什么不提拔别人只提拔你呢？你有什么值得他提拔的呢？是因为你在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如是善因今日成就，所以佛提拔你。但是还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你的善根必须相续，这是条件。无缺点故，
善根圆满，没有欠缺，这个非常难得。怎么样能做到？老法师告诉我们，把无量寿经里面的教训都做到，就无缺点。有一条没有做到，就是有缺点。善修习故，什么是善修习？修是修正，习是学习。在日常生活中，把我们的缺失都修正过来，这是修行。把佛的教诲完全变成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学习。念佛人把无量寿经当作自己思想行为，当成自己生活的典范，这就是善修习。善摄取故，摄取是双关语，它的第一层意思是善摄取一切善法，以圆满自己的智慧德能。如果能够摄取弥陀成为自己的功德，这就是至善摄取，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之后，还要把佛法的好处介绍给别人，劝别人学习，就是摄受众生，劝一切众生以此经教发心念佛，求生净土，这就是最善摄取。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至善摄取，第二层意思是最善摄取。下面善成就故，菩萨们成就自他不可思议的功德，每天成就圆定，每天成就圆慧，天天成就清净圆满三身。回顾我们自己的身心，是否一天比一天清净？是否一年比一年清净？如果是这样，我们的功夫就是得力的。假如没有什么改变，和原来一样，你这一年就是白修，时间就是空过了，功夫不得力。必须天天有进步，日新又新，才是现前所说的善成就部。这一品经文就讲到这里，下面看重点。这一品经文第一个要点是，这一品经文是介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尊师重道，不忘师恩，赞叹十方诸佛如来。对于当初把极乐世界介绍给自己的老师，也就是诸佛如来，感恩不忘，时时赞叹，还要经常回去看看老师。我们今天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选学了净土念佛法门，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的大恩大德。因为释迦牟尼佛的教训，我们才能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第二个要点，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不可思议的美好庄严，皆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使待业往生的人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享受以及果报跟法身大士等觉菩萨无二无别。念佛法门难信就难在这里。我们遇到这个法门真的不简单，真的不容易，真的很幸运，要知道珍惜，不要错过了成佛的大好机缘。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感恩大家，阿弥陀佛。